前往在埃及东北部苏伊士运河西岸被誉为埃及最美城市的伊斯玛利亚。我们这两天会在伊斯玛利亚玩两天一夜，然后我们住了超级赞的 hotel， 等下带大家看看。这是饭店的拉比，然后拉比旁边有撞球桌跟这个电动的那个，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我现在要开箱我们的房间。这是我们的厕所，哎，然后 shower， 然后这里就是马桶。进来有两个柜子，里面有 safe。再来呢，就是很基本的一些水。然后这是我们的床、冰箱。好，我现在要介绍我们的阳台给你们。Sweet Canal 是一个人工的运河，然后就有很多船只在这边贸易。带大家看一下游泳池，我太笨了，我忘记把我的墨镜拿出来了。好，游泳池。哇哦 ！I need to swim. The water is so clear. It's so clean.Compared to the one in the villa. Wow! Hop. 有沙滩。健身房，大家在为今天的晚餐做准备。我们现在要去游泳了。I want you to dip your head in. Yes. Are you okay? Yeah. Okay, now drop her. No! Drop her back. Drop her back. Are you feeling? Come on. Another one. I will put.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i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是海带耶，好想要吃哦，全部都是海带。我们刚游完泳，要去吃海鲜了。我们坐天梯吃晚餐，我坐在我朋友的腿上。哎呦！这个花园城市是靠运河的水浇灌出来的，到处都有野枣树、草地，市容很干净，环境也很安静哦。在刚刚进门之后的二楼才是我们的餐厅。我们现在吃海鲜大餐。然后我要先来吃那个海鲜汤，超好喝。它很像用牛奶煮的海鲜浓汤。那是 frog 汁。解剖那只蟹，螃蟹超新鲜，哦，哇哦，哇，是真的，太嫩了吧，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海鲜，我已经在天堂了。这是我桌上的甜点。哦，这是椰奶。超好喝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小摊贩买东西。明天的早餐。我们进来了一个 Sweet Kana Club 的地方，然后里面有一些 restaurant、cafe。这个是上次喝的土耳其咖啡，有很多香料在里面。大家看这个土耳其咖啡的下面，你喝到底的时候，它里面就都是这种粉末，然后就没有办法喝。可是我男孩很想喝，我可以吃吃看吗？It's not bitter. I eat the powder. You eat it? 是很好喝，可是不要吃那个粉。喝完咖啡散步的时候，经过一个足球场，因为我好久没踢足球了，所以我就问弟弟们可不可以加入。انا بصور我们现在在饭店的咖啡河边，这个运河旁边的咖啡坐坐，然后现在正在点餐。埃及的物价真的蛮低的，连饭店咖啡厅的价钱都很便宜，例如一杯 latte 只要40块而已。
我想要试我点的这个 juice， 我点了 Florida 的 smoothie， 然后我要来喝，它看起来超漂亮。I ordered an espresso because I need to stay up。超好喝的，我现在下面是芭乐汁，然后呢，上面是草莓，然后这里是橘子，太好喝了。哎，这杯才50块。There, but it was right at the end. Like all of the caramel was up. Like, yeah, at the bottom.